收。MYB 加入新团员，高校欢唱乐无穷。那卡西希望为你最棒棒，无牛踢。不耻子孝烟雾弹，真实谎言独家公开。伊不爱甲囝伸长手啊，伊讲伊要开摊。嗯，不会跟小孩子拿钱。嗯，对呀、啊，哎，伊就是咧干囝多，甲赵又廷多。你搞一丢，我哪搞一丢？罗美梅发大飙，众人屁屁错。我讲你有力啦，你多有力啊！能拜托最后吗？你卖卡坏边啊！龙子生死之谜，好友默契，大谈好家在。那时候台湾最红两个嘛，一个林青霞，一个林凤娇，对不对？一个贝宁老爸。所以才有你呀、啊！我刚才有说掉，我这朋友。赵树海，台湾歌手、演员、作词作曲者、电视节目主持人，崛起于1970年代校园民歌全盛时期，许多综艺节目的主题曲都是他的创作。因主持《大家一起来》，更是红遍大街小巷，之后便很少人知道他的歌手身份。与儿子赵又廷一同演出而再度走红他，特别跟昔日 MIB 团员王梦玲来到朱歌会社，当红炸子鸡相互口头，史上首度同台，爆笑连连的精彩访问秀即将登场。爱情不如意就爱看好开，事业要顺势顶头记，朋友有缘请的来作对，你来听我，我来听你，咱是兄弟情，何必亲兄弟，咱是兄弟情，无论我也你，咱若有代志互相爱扶持，因为你是我的兄弟，咱是兄弟情，何必亲兄弟，咱是兄弟情，无分我也你，咱若有代志互相来扶持，因为你是我的兄弟。你这个动作无意思啊！是啊，你看到我，嘿，唔是啊，真呀，高兴。看到鬼面，唔是啊，光线都爱袂明，你都肿出来，还佫穿乌乌哩咧。啊，你是啥？遐久你却唔知你这个高兴？你错啊，错啊！我头一摆唱这个，我抓话专心咧啊，唱这个台语歌的啊。哦，赞赞赞，卡拍拍，我好你个。OK。你两个看他就无写，冰冰就是金钟奖个记名尔。你很招大哥啊？金钟奖？对啊。哦，有那话有礼貌的呢。一看我行来，伊坐地啊，哎，马上站起来。哦，站起来，对，好，我感觉讲这个人哦，有情有义，穿起来应该，嗯，有礼有貌。哎，那是阮头两个头一摆见面啦。系啊，我知影伊话久话久话。他你们之前没有见过面？属于较早在做节目，做业界，一切阮两个拢唔捌见面。嗯，这个就捌啦，这个捌定去因兜食饭。哦，因为以前你们一起主持过嘛，有合作过。不是不是不是，以前我们家很好客，那他们那个时候环境都不太好，每次都会到我们家来吃饭，吃到锅子见底哦。原来这句话都没人爱了，你都欠人家的。也是减一卡，阿叔不要用照办告。对对对对，要这样哦，这代志卖够啊。有啊，听说还那只狗还长得跟王大哥很像。喂。这拍摄啦，这我个驾驶那驾拍，系啊，这我驾驶，十三斤我驾驶。我系叫你一担就是去对运啊，同我那我出国真做咩？我那我真在出国啊。系去啊去对。
我去跟你无同位啦。好、哦，我伫加拿大，厉害嘞！哦，加拿大，嗯嗯嗯哦，去加拿大，对对对。那无代无志，台湾都好，那就去加拿大。我咧讲安尼咩？我若无带去啊，我今仔要来大汉。哦，无代无志，真正带歹伊啊！囡仔是甲伊是啥物关系？我大汉囝是伊的迄个姨囝。哦，客囝哦，客囝、哦、算干爹的意思。啊，啊啊今囡仔袂大汉哦。不是啊，今囡仔大汉。啊，伊是带伊阿爸叫叫人咧甲欺负咪？怎么啦？人咧讲你，你奈不爱讲话。我老爸甲我讲，假死，准备讲话，伊那卖插嘴。哦，我的 OK 意思，伊讲你两个老的意思。不是啦，啊那今麦想要倒转来，还是那无佫无现金吗？佫懵懵的谈安尼。哎呦，迄个盈盈都懵逼帮啊！你咧、哦，这边大大了，那边大大了，哇！哎、欸，可是我觉得不对，刚刚你说会去加拿大的原因是因为王大哥嘛？是，对啦，也可以见啦。对啊，跟这个有什么关系？啊，细汉就讲啊，不一句话。这个店啊，有用关鬼的遐，伊今日囡仔加怕伊啦。唔，我是老实讲啦，我知影啦，我知影你这个话有代志，对好啦。对啦，不要讲那个啦。你阵就是惊恁的囝。惊去我卡牌，你是跟他医你啊？还做这的？对啊。结果赵又廷，你看人家现在在星途上发展的这么好，对啊，对啊。而且父子还一起演戏耶，对啊，对啊。好山好水嘛，去去去，演了在作战。你有看啊？我看那个水塘家，恁后生在蹦点一针，水塘呢作敢演呢？哦，恁后生目睭都飞落来呢，很激情啊，对啊。有干嘛呢？有爱去演一出，演起来了，啊，那听伊讲一针讲你什么话？给灯光啊，新闻都出来。哎、欸，阿安嘛，跟他一起约会吃饭，是不是？哦，安杰赶快呢，伊这个性，大家一起来。我煞未使甲朋友食饭。对啊，甲朋友食饭，但是迄是女主角呢，你是爸爸呢？欸、爸爸煞未使甲，迄、欸、是饮料的，你是你，我是我啊。哦。哎、欸、呀、啊，阿弟来第一嘛，不是阮囝啊。你认为这一件事情，王大哥？你的判断如何？哎、欸，朱大哥，我也觉得这种事不应该、啊。你到底是什么？我桃园过去中立啊。都在恁两个合唱，这个第一个哦。没有，赞赞赞哦！我这首歌真好听啊。啊，就你来就好，那就去叫伊来，那就去合作上面。那两个是到底呢？恁两个到底呢？我今天来是要招你啊！啊，你发生代志，啊，你来不要听。那是个人造业，个人担，你们无赶快，因两个感情本来就足好的呀、啊，卖、组一个团体耶、欸。组做什么团体 ？MIB。哦，您较早有安尼哦。三个人。我来足早就出道呢，我也唔知您。啊，伊阵就找无你啊。找哦，啊，今麦是感情里面。对哦。啊，感情你讲者，我来讲，我来甲听。我甲你讲理由。嘿嘿。好好好。因为头一个 M。M。嗯。啊，围起来。啊，你中间的 M 一点都它卡 A 嘛，好不好？嗯，也蛮适合的。你的声音我已经听过啊，哦，有高低啊，够真高哦。啊，我拄好欠一卡，迄个是 bass。哦，恁卡才三个就对啦，啊，这么减一个啊，还出 bass 的啊，算尊重我。对，看我有气，但是你啊，减到你若无爱，咱就唔敢啦。没啊没啊，恁都老看我有气啦，啊，都歌爱我也要唱，是，我也要唱，我就敢。会啦，你可以，你歌唱得这么好，绝对没有问题啊！啊，是讲你都等你来啊，那迄个不会来。可能你请不起，系啦。没啦，你卡大牌，我诸葛亮个请都拢会来。嗯，安尼哦，诸葛亮是真大牌啦。对啊，我是我早都不想要来，但是一直找不到适合的时间，起码来啊。但是迄个你绝对唱伊袂掉。哎，是安怎啦？他往生啊。哎，恁两个该夹到了。你叫我烫迄个亏啊！不是，应该应该一早我是徛安尼啦。我问你底家，我底家，阿弟多阿弟家。你多徛就为多好。哦，我蛮到赞州啊。不是啊，我系讲我暂时才出来探亲人俩，唔忙现在我收手。来，唱歌，唱歌，唱。您方便唱什么歌？不是，我们来唱一首《闽南舞》诶，哈。但是咱两个唱《闽南舞》诶。哎。调你的时阵，你就唱。国语。哎，等等，你们三个要一起唱啊 ？MIB 云南国语较济啊。咱三个，恁两个唱台语，我唱国语。台语对我来讲嘛是挑战啊。恁两个算好大哦。恁个安尼规世人唔捌唱国语的。有影呀。哎，我最想要听，我想要听无？你有爱听无？你看，
你怕不怕？来，你来唱。